阿德华，近排美国好多动作喎，又话取消香港个特别待遇咁样，咁究竟点个局势发展会点咧？佢哋应该唔系而家做噶啦，唔系而家做。由我哋讲过，你由佢中国喺嗰、那个。南海嗰度做嗰啲平台啊，做嗰軍事設施啊，到阿斌仔去搞上訴啊，海事法庭啊，即係一系列動作都所謂。佢哋已經係好早做咗噶啦，做定曬。你睇佢咁多 paper， 咁多有國防部啦，有財務顧問啦，有委員會啦，有兩黨共識，即係成套嘢咧係做咗喺度。做咗喺度咧，就睇你借嗰個華為嘅事件嚟罰你500億嗰個班税，睇下你嘅態度點。即係借勢華為，借個華為事件引起咁嘅情況。但佢查個華為係2014年開始啊嘛。係啊，一早已經喺度查緊啦。所以佢哋唔明白一個咁嘅全球嘅。霸主的國家咧，唔係你外邊人睇唔簡單，因為佢唔會話學你中國共產黨佢哋咧見步行步，即係好多嘢都係好多嘢。因為點解咧？你要預咗好多嘢會任何環境衝突嘅時間咧，你咪話見有衝突先要去諗計嘛。燒到埋身先嚟得遲啊！你最緊要明白，美國能夠雄霸到個世界個經濟，佢就係個分析能力、管理能力同埋嗰個宣傳嘅能力，三個支柱咧合一。但呢個三個支柱合一嘅涉及有戰術同埋戰略，所以佢個分析咧要行先嘅。分析完之後。你有正面有負面，佢都擺曬喺度。譬如你正面，你中國正面發展，佢又點樣同你落？你負面發展嗰度咧，佢有一套嘢做定曬喺度，因為佢早容易去用個大數據做嘛。唔係話你坐埋班人咁好靠人多咁樣去講一堆嘢，你靠人多，譬如話好似你而家中國輸咧，就話你靠一班冇知識嘅幹部，冇國際視野嘅幹部。加上他們思想鉛製的這些幹部，不會表達個人意見的幹部，唯有看著黨總先地說什麼跟著來做的，那 你想的計劃出來會死嗎？死硬了，是吧？但他們不是，因為他們不是用人管理國家，他將所有世界的情報、所有的資訊每天都放在大數據那裡，那一按出來就自動編曬出來，每一個環節咧編曬度，編曬度咧，咁一拎出嚟，你有人去再 review 一下睇睇，跟住又分配咗門咧，俾曬所有嘅部門，再補充一啲嘢咧，就整低成套嘢，成套嘢整定曬咧，就做咗個軟件擺度咯。我而家夠鐘要開波咧，搬出嚟咁咪一套套一套嘢齊曬咯，你明唔明？所以佢個時間咧拿得好準啊！到你有咩事發生，佢嚟拎呢套。到底什麼事發生的一套，但到現在大家都要明白呢，就說他現在去到用這些這樣的制裁你的方法呢，就他是因為美國歷史上很少主動去打仗，一向都很少，那用什麼方法撩起他呢？找人去代理人打之後呢，他會，但他找代理人之前呢，他做了很多法理根據的，因為如果他沒有法理根據，你的總統沒有權去打仗，他要經過他通過嘛，所以你要知道他的民主國家和你的獨裁國家的有不同，就不是說你的總統打了就打，不是，那為什麼要打呢？是的，那你的國會要通過嘛，所以你經常看你就要裝你彈弓，裝你講錯話，裝你做錯話，就算在幾年前他們那些在香港的外國記者俱樂部之後被人驅逐啊，又被人禁啊，都是裝你彈弓的，他作樣作樣裝到你齊了，
變咗形成咗你違反咗乜，違反咗乜，又違反人權，又違咗自由，又違反普世價值，一大堆嘢。總之執齊曬料先至話你同民國嘅共識，又攞到最重要攞到國會嘅共識。就算而家你好多人唔希望以為話呢一個就嚟美國大選啦，阿親哥攞台咧，咁咪好世界咯，應該搞錯。因為佢通過曬兩黨共識，制定咗個法案，由總統簽咗喺度嘛。總統簽咗嗰個已經成咗法案啊嘛，制衡你中國。咁你就算你邊個人想去做總統咧，你唔可以當嗰套法案唔做喎，你唔可以唔執行。邊個想做都死嘅。邊個上台都繼續。因為總統唔可以挑戰，佢要受個法案規範咗你啊嘛。通過咗點解你唔執行咧？咁咧，嗰啲議員咪肥你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佢拆咗個法案型嘅，所以共產黨嗰邊咧就俾好多人誤導咗。佢唔係人治嘅社會嘛，佢全部都係習慣人治啊嘛。佢全部咧係行個程式嘅，做好曬，同埋佢又唔係用孫子兵法喎，你哋唔好搞錯。咁喺中國人好多時咧就用嗰啲彈書啊、孫子兵法模棱兩可啊嗰啲嘢。佢係實事求是，講中醫同西醫嘅分別啦。而家你中國咧就仲有好多中醫嘅文化嘅傳嘅易經文化嗰啲咁嘅虛構文化嘅餘毒喺度啊嘛，淨係用一別有用心啊，係嘛嗰啲咁嘅詞句啊，解釋啦，總之就説三道四啊，咁你説咩三道咩四，你講清楚先得噶。邊方面係三，邊方面四咧？即係用嗰啲名詞啊！你哋聽見你都好冇乜三不四啊！但佢哋冇嘅，你見佢哋美國啊、英國咧，你幾時違反邊啲乜嘢乜嘢？幾時你行你又違反乜聯合國？所以我就冇咁講啦。係啦，即係唔同嘅。咁佢違整之後咧，佢原來先定個策略。即係大家唔係話嚇大家咧，而家你佢已經係大家都睇到新聞有兩隻航母南去咗，係啊，南海啦，去到廣東嗰邊，未計英國嗰隻咩38號，又將會去啦，英國隻航母啦，好似戰雲密布咁喎。我而家報紙賣又有成30幾萬人，佢係軍力啊，美國集中咗30幾萬，但唔止噶嘛，你好多後勤啊，好多部署啊，好多支援啊，差唔多你成10倍啦。300萬應該不中不遠，200-300萬實有，即係話準備要打呢場仗。中國有冇辦法撐？咁你一隻航母艦都成20幾30隻戰艦跟你噶嘛？係咯。仲有空中支援咧，係嘛？所以佢個軍力咁強咧，同埋佢哋唔係話你嗌手打就打噶嘛？當然。佢而家佢一路部署，一路成部署咗喺度，佢未必打你。但會逼你打嚟嗰陣，而家我哋中國咧就要小心一樣嘢，就話呢個提醒自己啲國家領導人啦，因為佢哋咧好輕視啊，同埋咧又好容易俾自己嗰啲咁嘅你話佢無知好，或者擦鞋好啦，或者喺度吹水好啦，共產黨偉大，共產黨萬歲，共產黨戰無不勝，咁啊壓到自己都當係啊嘛，但係唔係啊嘛，係實事求是。而家佢呢幾日咧，佢咁多偵察機嚟。偵察定咩嘢咧？偵察曬你成個附近環境嘅氣流啊、水道啊、嗰啲雷達嘅測試啊、嗰啲海洋嘅調動啊，行埋攞曬啲大數據咧。亦都知道你嗰啲佈局啊、啲導彈基地啊、啲嗰啲航機嘅基地啊、戰機嘅基地啊。咁咧，然後咧。就知道你調用啲咩架撐啊，佢又可以諗住佢用咩架撐嚟制衡你嘛，知唔知啊？即係你用手槍，佢唔知幾時又出咧，咪贏緊你咯。即係唔係話同你哋啲人咁樣去打咁啊？佢要行大數據，佢計曬數。有幾多兵力，我出幾多？你出咩架撐，我出咩架撐？你用咩導彈？你個導彈嘅性能係點？你嘅你嗰個光速嗰個時速係點？我咪由邊度截你咯，就即係成盤嘢擺曬喺度嘅，
即係你一喐咧，佢就知道啦，咁咪搶先咯，搶先佢制衡你啊嘛，咁佢咪擺定咯，擺定啊，而家擺定啊，你話到時先班噶啦，當然唔會，即係我知道你有台聯滅法疏，我擺定 A B C D E 嚟對付你噶啦，呢啲謀定而後動噶啦，見你喐咧，咪喐你咯，係咯，就即係佢係針對性嘅克制嘅武器而家，美國而家部署緊，所以按中央領導人咧，即係要醒目咯。個人意見咧，啲長仗唔打得嘅，係人都知啦。你話唔打得，但對方你想和，但對方和咁咪點咧？係咯，人哋唔肯放手，咬住繼續咬住。佢可以揾代理人戰爭啊嘛。咪咯。咁呢個我哋又唔係軍事專家啦。咁你留翻，如果我哋有發言權啊，我做中央領導啦，啊，咁你留翻嗰啲咁嘅領導人去自己諗啦。但我怕你諗錯咗，等下佢未打你之前。擺曬成個陣喺度，好啦，佢再用第二個戰術啦，逼你啲譬如而家你中國，你係中國共產黨執政黨，佢咪動用你軍心咯。所以正話你問我嗰、那個佢要用嗰啲咁嘅自治法案香港啊，影響你嗰啲經濟啲人撤資走啊。我而家你都見好多嗰啲外國大機構都要退啦，大把退咯，大把人退啦。咁好啦，但佢而家最厲害咧，就係有個殺手鐧咧，就話佢制衡佢嗰9000萬個黨員。冇錯。同埋咧，就係凍結咗所有你嗰啲中資企業嗰啲架構嘅員工咧，都唔可以嚟美國做嘢，唔發簽證。你而家個華為都成20萬個員工啊，掃你走，所以斷曬啲學術交流。好啦，呢個都唔緊要，佢都未入骨。但佢制衡嗰9000萬個黨員入骨啦，又多於9000萬嘅個黨員咧，佢大部分都係全部喺中國啦。但係都有10000，起碼有30000喺海外啊嘛。反正30000海外，同埋你喺國內嗰啲幹部咧，係有好多家眷走曬，走曬咁人又有錢又有資產有，嗰制衡你咧，咁全部掃走你喎。啲錢就唔掃走啦。係啦，咁同埋你嗰啲國內嗰啲幹部。有啲人貪咗污嘅，就俾咗啲死黨啊，或者朋友啊，或者啲小三啊，用佢個名咧就好啲物業啊，好啲資產咁啊，咁啊撲街啦！凍曬喺度，凍曬喺度，不但只用要掃埋你嗰好資產嘅人走啊嘛。啊！所以佢今日佢喺度提出抗議話如果美國咁樣做咧，係一個好可悲嘅。佢唔敢話抗議，可悲又唔敢係呱呱嘈喎。的確好可悲嘅，對佢哋嚟講。佢都唔敢發爛渣喎，你睇佢哋嗰啲呢位新聞發佈會啊，要揾馬底啊，因為驚啊，牛底，因為你個個人都有份，同埋你要小心。佢美國咁樣做咧，佢嗰五眼聯盟國家又做，歐洲又做，點解要做咧？譬如我凍結你錢就差唔多充公噶啦，係咯，點解唔做啊？佢有肥豬肉咬喎，係啦，有人戴咗頭啊嘛，佢冇戴頭。即係話咧，你所有幹部全世界都死，唔去得，同埋你嗰啲親屬啊，所以佢全部喐曬你嘅。好啦，但有一個問題啦，啲人話佢9000萬個黨員，你點知佢邊個係黨員嘅身份啊？佢哋個情報網厲害過你好多。我呢個只條一，我哋唔知啦，但我相信唔會輸蝕啦，佢嘅情報網。另外。無論你改名扮鬼扮馬的人去了美國住或者攞簽證，你入嚟，佢俾份 declaration form 你簽。喺而家你申請之前，你有冇參與過中國共產黨或者中國國家的企業單位做過嘢？有冇參與過啲任何嘅組織？係咪共產黨員？你要簽名，嗰、那個聲明聲明法嚟。你簽好唔簽到嘅，你入境，你攞啲曬要簽，或者已經做咗美國公民，但喺美國住緊嘅幹部家屬，重新要你簽一次。咁你唔知佢手上有冇你嘅料喎？喂，如果對美國真係有你料，叫你再簽，你唔簽，咁咪掃你走咯。你簽咗話我唔係黨員幹部嘅家屬。但係佢有料喎，可以查到你咯。咁啊，好大鑊咯喎，因為你已經係犯咗嗰個聲明條例啦，即刻坐監，跟住中共殺人中監，所以嗰啲招係好辣嘅。
那個朝天照。唔到你唔認。咪因為你走唔喐嘛，因為佢而家你嗰啲五眼聯盟啊，歐盟嗰啲串謀曬聯手夾手夾腳啊嘛，你無路可走噶。咁好啦，你咁樣搞法咧，啊變咗你黨內有幹部咧就會唔開心噶喎。譬如我扭盡無人爬咗上去賺啲錢，揾啲家屬走和出，我都望我啲後代嘅人安享晚年，我自己係安享晚年啦，退休。而家俾人抄家，竹籃打水一場空。你點瞓得著啊？咁我仲驚你美國佬查到佢出嚟咧，掟翻個 file 俾黨內啊嘛，同你喺啲傳媒公開曬啊嘛，咁變咗你唔雙規都唔得喎。所以好大件事㗎，你一但佢呢個真係殺手鐧嚟㗎。之後啲場仗咧，你打又死，唔打亦都死，就第二個形式死。好啦，因為你要明白，我哋唔係話抵揾佢嗰啲共產黨員。就算我同你，如果我哋喺大灣區住，或者我唔係喺香港出世或者國內出世，我都會入黨㗎。因為我實用主義的嘛，因為你入黨你才能夠可以向上流嘛，上流，因為你都連那個圈都入不到，你咪喺街邊真係買下地攤咯，即係地攤經濟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所以你喺國內咧，你唔怪得佢，好啦，變成呢班人都係為咗個人有利益而入黨嘅，因為你個社會做到咧係你入黨先有著數嘛。當然我不會話否定一萬個有一個人咧，真係為個黨搏命，為個國家請命，呢個一定有，但是好少好少，因為基於個社會個環境咧，大家都識計數。啊，我入黨咧就有呢個著數，我可以向上流，我唔使住一房一廳，我可以有機會住三房三廳，同埋我仲可以騎喺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同埋仲有可以升官進爵。又可以財色兼收，大把女人上門，大把錢拎嚟。我做一個就算嗰陣時喺東莞做過村委村長都發達啦，大家知道啦，唔好講遠啦，係咪？所以變咗呢班黨員咧，佢係現實嘅人嚟噶嘛。咁啊，呢班咁現實嘅幹部係為咗利益而入黨嘅人，到你今時今日喐到佢喎，即係我冇得走喎，冇走啊！困喺度啊！我老婆仔都全部行埋冇走喎、啊，走咗幾日仲大鑊啦！你走嗰啲計緊數走嘅都死啊！都走唔喐啊！好啦，變咗佢就會反緊啦。佢所以佢啲招好毒噶，佢會引起你個黨內嘅矛盾啊！呢個記得利益者啊嘛。咁啊，針哥咧佢又真係好毒。喂，你唔放過香港七百萬人啊嘛？咁我唔放過你講先啦。你有300萬人支持你個國安法啊嘛，咁啊400萬人你唔放過佢啊嘛，特別個 BMO 啲嘛，又話取消你國籍，又話點點又點點嘛，我咪玩招你唔放過你9000萬個廣告咯，唔放過你9000萬咯，係啊，邊個商？係啊，佢哋啲招都幾厲害啊，幾厲害。但我哋社會如果你中國共產黨不是離心離德，你用個正常人的心態、正常的行為，用一個忠誠的心態咧，為個中國去運作咧，係唔會有今日嘅。希望唔會個個官都想向外走啦，係嘛？即係變咗，佢哋都會受人尊敬，係咪？但你而家你呢一代嘅共產黨唔係啊，大部分都係貪腐，成啲名單喺曬海外，窮奢極侈，特別嗰啲官二代啊、富二代啊、胡二代啊嗰啲，佢自己黨內都知嘅。好啦，既然而家你黨內都知，咁你又淨係最簡單啫嘛，即係話你所有你嘅市長級以上嘅幹部要公開你個人嘅財產，到而家未？冇公開過，冇啊！時時你都唔敢公開嘛，咁你點可以服眾咧？唔揭得開，係嘛？所以既然間你唔揭開，咁咪美國佬同你幫你揭，係啊！所以你留咗個把柄喺度嘛。
共產黨要反省的，因為點解咧？你而家你以為自己真係天下無敵，拿住一隻咁嘅二手牛雜戰艦，同埋你整個呢啲咁嘅喺北朝鮮金日成大學畢業出嚟嘅做外交部長，係嘛？揾啲萬能膠嚟做當法語茶嘅，你睇唔睇我頭遮到？我未見過人揾萬能膠當法語嚟茶嘅喎，係呢個我哋呢個黃溝部長唔係咁高階嘅，成個有名俾你叫啊嘛，黃溝部長係嘛？所以你習近平，你用啲咁重要嘅職位嘅人，把呢啲人上去做你實死嘅。他完全是無才無德無能的嘛，你用這些人怎麼做得外交部長，這些正垃圾黑衣來的嘛，所以你是個國運都很曳，沒有人才的。就算你說你搞香港國安法，我們支持的國家安全，但不用打國家安全這麼大的招牌，香港安全好了，香港保安法夠了，是不是？特別要大來大補，還要借香港這個立法的機會呢，去延伸到咧，可以去針對全世界嘅人咧，都可以犯法嘅。咁係咯。借殼上市啊！另外香港立國安法，又可以走去個法例可以延伸到全世界國家。只有啲人罵過我咧，就可以去拉人啦。咁一嚟過港咪取消引渡條例咯？呢條捉蟲啊嘛！佢共產黨最興就話人哋拉石頭掟自己只腳，其實有自己人做緊睇到好可憐咯，即係咪係好可憐啊！佢哋冇諗過人哋點反應嘅咩？佢冇噶，佢哋係唔識諗，因為佢唔識法律，佢有法律，但佢唔識法律。咁你冇啫，人哋有啊嘛。同埋佢更加唔識知道法律精神喺邊度。你都要知己知彼㗎。因為佢唔識利用嗰個法律咧，去治理個社會係用乜嘢角度去做嘅。他又利用我當嗰啲法律同啲武器咧，就係工具，個觀念完全錯曬噶嘛，所以變咗佢做嘅行為出嚟啊，佢冇調翻轉頭嚟諗嘢噶嘛，即係逆地而處，係嘛？咁我仲行出嚟同口聲聲話：，誒、哎，我哋咧實手信用嘅乜乜乜乜，咁你手信用就唔會搞到今日啦，人哋就係話你違反個中央同埋聲明，違反個基本法，啊！你手信用點解你唔俾香港人可以真普選咧？唔俾人一票選特首咧，我哋香港人而家連選人大代表都冇嘅喎，都冇權去參選選個人大代表出嚟喎。嗯，係你仲眼當委任啲人大代表出嚟啊嘛，係咪啊？咁你唔好當香港人係傻仔先得㗎，你嗰班咪低 B 幹部，你低 B 啫，你唔好當人低 B 啊嘛，係咪？咁我哋有排捱㗎。因為差不多我們看到形勢，他們集重了兵馬超過200-300萬人，包括軍隊在內，他們有排捱呢就是他們的事，我最重要我們香港人怎麼辦好？香港沒有，香港一和得福，香港人現在你就跟著搞一些 BNO 啊，跟著走了，有機會就走英國咯，香港人還有一班人的福人，就算現在說你沒有 BNO 守的年輕人，你國佬又改例又接收你了，咁你留翻個殼俾佢共產黨玩曬咯，冇所謂啦。佢求人得人啊嘛，咁又好順理成章啦。你當年人哋接收你個漁港，俾翻你，而家變翻個漁港交翻俾你咁樣，交吉啊嘛，交吉真係咁噶喎。譬如你日本仔嚟租香港啲樓，租完佢都同你整翻原狀、維持原狀，交兩萬張租入盤都咁寫噶嘛，有咪同你恢復翻漁港交翻俾你？但交俾你，其實咧，你共產黨冇權接收嘛，因為佢咪同你租啊，同清朝租啊嘛。唔關你事，關中華民國事。嗰度有得拗㗎，不過即係以前英國咧，佢有一啲盤算，但英國很聰明㗎，佢留低一招喺度咧，有啲 BMO 喺度，留低嗰個中英聯聲明咧，登記咗聯合國，即係你喐，而家你共產黨咧，你唔切啦，自己宣布話中英聯合聲明失效。你共產黨噏咗失效，我失效好啦，即係以前我搞嗰啲嘢咧，可以攞翻翻嚟嘅喎，由頭搞過咯，由頭講唔得啊，打仗咪打仗，唔使驚你。因為你一喐佢嗰 BMO， 譬如我哋啲有 BMO 嘅人，你喐佢，佢跟住就宣布啦，個 BMO 即刻就變係英國公民，
英國公民是英國公民，不是海外公民，正式英國公民，他有權派軍隊來保護僑民嘛。英國可以走回轉頭，我派軍隊來保護僑民，那就打仗咯。現在他們逼你打仗嘛，所以他很多藉口的，在南海又可以引起你打仗，用香港問題可以引起你打仗，用台灣又可以引起你打仗，他現在搞到連印度那邊又可以引起你打仗。咁即係了唔了得起？好啊！而家日本仔又宣布埋個釣魚台島改埋名，又想引你打仗。跟住大姐掟咁多 F-35B 嘅嗰啲仲犀利，垂直升降，即刻將啲出民號咧變曬航空母艦，就係溜你打仗。明知你共產黨冇錢冇勢，天災人禍，趁你病攞你命，同埋你嗰啲黨部咧離心離德啲幹部，趁你病攞你命，輸㗎。好啊！咁你而家你去到咁嘅局面？你中央領導層的人冇計啊，咪淨係最多出嚟為嘢抗議咯，抗議加抗議物咯，反正乜反正乜，你有咩你有咩計咧？唔係，除咗打水炮之外，係啊，跟住你嗰啲水災地震一過嚟，個三峽大壩啊、危危乎，唔知幾時冧，好似瞓醒覺就冧。都話佢哋美國佬好毒㗎，佢宣布取消香港嘅關係法，我哋瞓緊覺嘛，一瞓醒就已經唔係咯。佢五點鐘立法啊，半夜美國啱啱調轉嘅時間，睺住你熟睡嗰時宣布啦，咁你瞓醒覺啦，做乜嘢啦？乜嘢都唔買得，唔買得，係嘛？唔好玩啦，共產黨！你而家你嗰啲有權力嘅人，即係俾即係温馨提示你哋啦。你哋未有資格去玩國際政治嘅，特別搞呢一帶一路。俄羅斯裝起彈弓啊！你真係後邊搞咗幾個國家。以前嗰啲加盟共和國，成班都土包子。佢唔係土包子，佢哋好聰明。掉過一帶一路咧，就係走資，孭埋去呢啲度。啲單位一路搬錢走，話支持一帶一路建設，製造藉口，你一走就知，冇單嘢做成啊嘛，係嘛？啊，先補枕頭諗下啦，習近平係嘛？好，係咁先。好。